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置业专门负责港岛南岸的 Sean。最近很多客户朋友都打电话来问我 ，Sean 有冇啲港岛南岸的楼，但是又可以望到翠绿的山景啊？今日同大家介绍的一个洋海两房的单位咧，就满足到大家的要求啦，又可以望到咧国际学校的景观啦，又可以望到翠绿山景。不如我哋睇单位之前，先望一望今日咁靓的景观先啦。打開個露台之後咧，大家會發現個景觀咧係咪好靚咧？由左手邊咧望到新加坡國際學校，仲望到咧小朋友咧打乒乓波嘅情景，你睇下幾咁悠閒。呢個兩房嘅單位咧，就面積524尺，大家睇下客飯廳非常之分明。睇個客飯廳之後咧，相信好多客人都會好關心個洗手間啊！我哋先帶大家睇下洗手間先啦。洗手间部分咧，发展商亦都好有心啊，设计咗一个好靓嘅镜柜啦，同埋咗呢个浴缸嘅设计，空间感咧亦都好足够嘅。跟住嚟咧，我先带大家睇下第一间睡房啦。大家见到楼底比较高嘅关系咧，所以个空间感咧好够嘅，同埋呢个窗咧好大，所以采光度都好够。跟住落嚟，大家一齐跟落嚟睇下个主人房啦。大家见到个空间感咧好足够啊！呢度摆个 queen size 嘅床咧，都可以三边落床。唔少得，当然大家去睇个景观啦，都同客饭厅一样咧，都系一个翠绿嘅山景啊！起身嘅时候咧，特别精神啊！參觀你嘅單位，係咪覺得呢個單位好吸引呢？其實喺洋海咧，東南嘅兩房咧係非常之罕有嘅。如果你都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打俾我 Sean 啦，拜拜。